据说它好像比鲜奶茶还好喝，到底是真的假的？来喝喝看吧。而且听说就好像是在这条路上而已，蛮好找到的。来找我看哦。嗯，在哪里呀、啊？我还没看到嘞，好像还蛮远的。哎呦，好像看到招牌了。赶紧去，赶紧去喝吧。到了，双杯奶茶。好，要珍珠吗？不要。大杯吗？对，大杯的。那双杯要全满的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两个双杯，一个乌龙奶。没有，一个。一杯双杯。到双飞奶茶咯。这就是双飞奶茶，来喝喝看哦。甜哦，红茶呢蛮顺口的，茶味也蛮足的。因为呢，它这个是双杯奶茶，所以只能喝正常甜的。它的奶味呢也蛮足的，好喝。乌龙奶茶。香味还好，乌龙茶味道比较重，不过也蛮顺口的，蛮好喝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仔。熊仔来到高雄的盐城区呢，要来喝比鲜奶茶还好喝的双杯奶茶，到底有多好喝呢？在介绍之前呢，先进入我们的黄金五秒钟的时间，还没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的观众们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哦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去寻找双杯奶茶喽。听说它好像比鲜奶茶还好喝，到底是真的假的？来喝喝看吧。而且听说好像是在这条路上而已，蛮好找到的。来找我看哦。嗯，在哪里呀、啊？怎么还没看到嘞？好像还蛮远的。好像看到招牌了。赶紧去，赶紧去喝吧。到了，双杯奶茶。好 ，OK 的。好，一杯乌龙奶茶。好，要珍珠吗？不要。大杯吗？对，大杯的。那双杯要全满的，可以吗？可以。
双飞一个乌龙来。没有一个，直接双飞一个。那个双飞奶茶咯，这就是双飞奶茶，来喝喝看哦。嗯，好甜哦，红茶呢蛮顺口的，茶味也蛮足的。因为呢，它这个是双飞奶茶，所以只能喝正常甜的。它的奶味呢也蛮足的，好喝。乌龙奶茶，来喝喝看。无糖的，奶香味还好，乌龙茶味道比较重，不过也蛮顺口的，蛮好喝的。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结束啦，喜欢记得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喜欢记得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也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， 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！还不赶紧分享！再不分享，根本又要把这杯双飞奶茶喝掉哦。啊，好，再不分享。啊，终于分享了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